2018校园特色校服甄选竞赛开始喽！各位同学们，你希望有第二件校服吗？你也可以帮别的学校来设计制服及运动服哦，发挥你的创造力及想象力，将你心目中美丽又帅气的制服画出来，创造更多特色校服及运动服。我喜欢这一款，这套校服穿起来一定很帅气，赶紧来试穿看看，变身！果然，这校服穿起来青春美丽又有气质。这款格子裙也不错哎。我也来变身，我像 F4吧？我们都像明星一样。是啊，因为我们都穿特色校服。还有还有，除了特色校服甄选竞赛之外，同时还有校服之美摄影及发挥想象力的文创商品竞赛，第一名奖金新台币10000元整，三项总金额高达60000元。捐赠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6月17日止，欢迎各界踊跃参加。活动详情请至 FB 搜寻制服地图，教育部。